她是我的师姐吧，她这个成熟稳重，在训练的时候特别认真，我是男运动员，正常来说我应该有优势吧，但是我跟她打起上来，我完全没有什么优势，她就以那个女运动员来说，就是世界级最顶级的运动员，我跟她打特别吃力，比起跟男运动员，我反而获益良多，所以我说这个。师姐啊，我师姐高明慧的特别的强，作为运动员，就是其实她也影响她同辈或者是我们的队友特别的多啊。我心情，我去看那个直播的心情，其实啊，你看她最后一强的时候，她是落后7-1的。正常来说，这个比数啊，很多人可能觉得啊，我完蛋了，已经完了这场比赛。但是作为那个队友，看她怎么多场比赛，我知道一定可以看她追上来，可能输，可能赢。但是我知道事情没那么快完的，他能够应付的，所以我的心情，因为他是反胜嘛，反胜比起正常我们一直领先的话特别的激动，他终于做到了。